他会来邀请我吗？ 学姐，一起跳个舞吧。哎，我说你啊，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，就凭你，今天邀请我们女王跳舞啊？我试一下，你怎么知道不可以啊？你看他还不是一样没人邀请。 学姐，你想不想跳舞啊？不想。明天我想上洗手间，你跟我一起去上洗手间呗。我肚子不舒服。啊？我们俩。对啊对啊，你知道吗？孙浩他自从上次烧坏脑袋之后，就有那个闭式恐惧症。你陪他去吧，孙浩怕怕。对对对对对，孙浩怕怕，你陪我一起去吧。 走了啦，陪他去吧，嗯。哼，别以为我会让你有机会跟明天跳舞。美女，我能请你跳支舞吗？好啊。Are you ready for this？ 叫救护车，我妈给你打电话。 那个，好像刚跟我们学校校长找我，临时有点事儿，改天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。这个蚂蚁城，也是光就想往上爬，还以为办个 party 我们就真的配合姐，就想。啊！风雨呢？风雨呢？风雨！风雨！ 明天，学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出来透透气。我不太适合这种场合。学姐，你呢？我也是，平时在公司没办法，必须要应酬，可是回到学校，我就不想再忙着应付别人了。 你看什么呢？哦，第一次看到学姐穿成这样，挺漂亮的。你也不错呀，还挺帅的。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是穿的挺正式的。 看起来还挺会跳舞的。你会吗？我不太会跳舞。其实呢，跳舞吧，跟格斗差不多，对手向前，你就要向后退。
对手向后，你就要向前进。学姐愿意教我吗？练习格斗的时候，学姐是我的教练，在跳舞方面我也应该向学姐学习才对。来吧。这样，我搭着你的肩，你的手放在这儿。哦。先退左脚。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。这只脚。对。不好意思啊。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。难吗？真的不难。我还记得，第一次在这里看到学姐的情形。这不是澳门那个女生吗？你是谁啊？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又是谁？管着吗？你还记得呢？很难忘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是我没有看好明天。